着他说的情话，然后哭得哇啦啦。是个男人气得傻，拉着带，用得快，爱有意的人人爱，姐妹们跳出来。是个男人气得傻，拉着带，用得快，赶快把他变过来，变过来，变过来。是个男人气个傻。其实最早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工作人员，对对，是做后制啊，主要拍 VCR，、啊、还有拍 VCR 做后制这样子。等于说我在主持星光大道的时候，你都一直在我周围。旁白哥抱抱，淘金严格24年，姐姐妹妹再站起来，黄命蜘蛛宫，星光大道就曾共事呢。是全世界最会飞驰的马来西亚才子黄明志飞骗了日本一击棒脑 GU， 竟然出手伸向了台湾顶尖主持人。那就慢慢做起来，慢慢做起来，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。若不是天才，就慢慢灌溉。哎，他找吴宗宪合唱《慢慢做起来》，朗朗上口，还没听腻呢，冷不防又冒出重磅淘金营。不到厕所都打电话，手机不能锁码，生日周年庆要牢记，别忘蛋糕鲜花，圣诞节别穿忙，情人节不能加班，前女友的事别管，最好快删号取款。新歌《十个男人》取样桃子1999年猴哥《姐姐妹妹站起来》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。桃子扮武则天治天下 MV 问世4天破百万观看，事实上他和黄明志关系匪浅，历史悠久。是欢迎桃子姐陶晶莹。你们在马来西亚不能做的事都在台湾玩出来了。对的，路很暗怎么办？我就说在头那边装一个 LED 灯就可以照路，然后导播就疯了，导播说可以尺度这么大的吗？然后黄明志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这里不是马来西亚，这里是台湾，要干什么都可以。今年4月黄明志巡演到小巨蛋，邀陶晶莹登台首唱《十个男人》，还透露了 MV 拍好2年才见光的秘辛。那打电话给你还是传简讯？对对，他传简讯说哎，我们来合作做一首歌，其实这个歌是2-3年前就已经弄好了，对，只是因为我们要申请版权。哎，陶晶莹不是第一次向黄明志招手了，请他上网络节目谈过更深的缘分。对，黄明志其实最早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工作人员，对对，是做后制啊，主要拍 VCR，、还有拍 VCR 做后制这样子。等于说我在主持星光大道的时候，你都一直在我周围。哎，也就是说黄明志在台湾念书时就埋下了合作的种子了。可是竟然跟台湾那么要好，不如入籍当台湾人吧。三立娱乐新闻报道。